各位同心，这一节课由我们张一长带来演讲，请各位掌声欢迎。很感谢大家来参加，因为南市副学生哦，拢第一摆看到嘛吼，就是我称呼大家拢是同心啦，咱拢有这个心，要来甲流亡政府较早一天的结束。就是大家拢有这个任务伫咧啦，我哪会安尼讲？哪会讲大家拢有任务？因为你若无这个任务，恁未来上课啦。咱大家拢有这个希望，早一日甲流亡政府啊，登去金门妈祖甲平潭岛，啊，实际上平潭岛都拢规划好啊。因要登去的所在是安怎讲？美国甲中国讲。你美国若来，遮若有一两百万人要返去中国，因为伊为中国来，因思思念念拢讲要返去，所以一画一个签，可以，因为国共和谈了，因为一画一个签就和平了，未使讲伊要转去，才有代志，甲你判刑。所以因后所在可以转去啊。啊，那迄个所在，大家去，因为已经大家拢上过啊。今天是算第三天了，弄一个概念了。平潭岛大家应该江苏都有说过，有啊没啊，都很清楚了嘛，所以我开场白就要跟大家说，国共都说好了啦，美国去协调了啦，美国跟中国讲，你若无一个所在呼应啊，他们会随机到整个中国的各地区，你阿伯你就判官，安尼大家唔知怎意思不？咱伫遮，甲咱讲啊，恁自由啦，恁啊。会使安怎安怎安怎，拢无代志。家家的观念，若带去中国，准两百万人过去，有的走去四川，有的走去云南，有的走去贵州，有的走去那个东北辽宁、河北河南。拢走走去，大家画一个时底下咧乱，中国就头毛咧烧啊！当伊要来应付，是毋是？所以平潭岛这个所在上好势，大家有看到平潭岛这个图啊无？有嘛吼？所以大家会足清楚。好，啊，咱要甲大家。先讲到这，让大家知道说，实际上老早都说好事了，我们把他说好事，跟
咱流亡政府所做的各种，一步一步，咱用 PowerPoint 来甲大家介绍，啊那做一个学习啦。安尼回去，大家会感觉讲，诶，来这所读的拢无同款，是毋是安尼？是嘛吼？安尼好。啊，我首先自我介绍啦。因为大家较无相捌啦吼，啊，所以咱课表大家拢有嘛吼，啊，上尾啊张文燕唔知有看到无？有嘛吼？啊加两字就好啦，加教授啦，哦，张文燕教授吼，啊你去手机查，即马大家足方便嘞，因为实际上。较早从阮迄个时阵啊，若要写一个论文啊，吼，读甲足疼嘞，拢去走去图书馆啦，因为去图书馆啊，坐伫遐，规工呢，因为去遐调一本册出来，去遐调一本册出来，调一本册，调一本册，啊来甲逐本册看看嘞，啊只。融合起来，啊，咱来引用哪一本的观念，啊，咱才写落去。迄阵啊，要做论文的时候，拢是安尼方式啦。啊，无法度啊，迄阵啊，也袂像咱即马讲用电脑。阮迄阵的时无安尼啦，所以我咧上课啊，早期咧上课啊。上完这个章节，上完必须同学回去写报告，十张稿纸啦，限定十张稿纸。大家知道吗？那个稿纸大家也知道嘛吼，迄鸡鸭爪哩，这样一克，哎，迄款嘞十张啦，啊，十张差不多。五六千字了，哦，啊，必须还有一个限定，参考七本书以上，挨个引注来源出处。啊，我迄阵啊，哪会安尼做？逼学生。看个切切，逼学生不要他的观念只看这一本书了。当然，这个是二三十年前的我的教法是安尼啦。搁等下个机嘛，电脑化以后，我开啊研究所。一课第一要求，拜托上我的课带笔电来，因为时代上的进步嘛，我也要求我的学生上我的课都要拿笔电来。我讲到遐，你就随上网去找，看这个教授。有黑白讲也无，莫讲我讲甲嘴甲全破了了，啊讲的拢无影无一只，所以我也要甲大家讲，我自我再介绍，你把我的名字去找出来，张文燕教授打出来，你就很清楚我的经历跟我的过程。哦啊，这个就是简单的自我介绍，安尼上简单啦。因为有足济场合啦，碰到我，啊人提名片向我，你甲我讨名片啦。我讲歹势吼，我无印名片啦。啊，那咱同情有咧甲讨名片有啦，我义工啦，义工的名片有啦，啊其他无啦，
哦，啊，就是安尼啊，大家拢伫遮咧做义工啊。哦，啊，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可别了解我较济咧吼。可一个网站恁会使111四个一，人力银行就是啊小赚呐、啊，名人小赚呐、啊，张文燕安尼就好。爱看到我的资料，我为小啊为一个一个那个等于哈，我那一篇呐、啊、就是要求我写我的格言呐、啊。啊，我迄阵啊，我想的讲，第一个讲态度足重要，尤其是年轻的朋友。年轻的朋友有时候他不会体会到这个态度的重要性。安怎讲态度？起码讲22K 毕业，我的女儿还蛮幸运的，她跑来问我说：“老爸，她毕业了要去上班，上班要注意什么？”他自己来问我，我这个是，所以说我女儿也是蛮幸运的，他会问我。我跟他讲说，你是不是你上班的单位，先问说你的脸的颜色是什么色？我们是黄种人嘛，啊，你在白种人社会，白人社会，你要去跟他，你可以去上班，应当就是不得了了。他本身是在国外的 KPMG 工作，就是会计师事务所了，国际会计师事务所。啊，他问我要注意什么，我跟他讲说态度。啊，什么叫做态度？我跟他说，上司交代你的，说这个3天跟我做好，你2天半做好，就去要工作。他听进去了。那些白人哈、哦，那个同时进去的，他一定等到3天做好，再去跟他上司要。他2天半做好，就跟上司要。如果你当上司，你的想法怎么样？哎，这位是不是能力比较强？3天得给他工作，2天半就好了。交代的事情都如期完成，他会自动加班跟你赶完。白人有的时间到了，哦，5点了就回去了，他一定会把它赶完。那你当上司，你重要的工作会交给谁做？所以年轻人哈、哦，尤其我们这一次还有很多年轻人，你如果来上这个课，啊，也告诉大家，那你以后你也真的不得了。因为交代的任务都如期完成嘛，啊，重要的东西一定，因为在我们来讲比较没有肤色的差别，因为在白人社会啊，他会重视自己的白人，或是来提拔一个没有相干的黄种人，你们想想看就好了。你会用相同的，或是说不定他们家庭的背景都有相关，
会用你一个不同颜色，在白人社会里面要去跟人家工作抢一份啊，这个工作，所以大家思考这个问题。我当时候我就因为111人力银行要跟我登录啊，所以要求我写一个简单格言，我说态度，所以态度很重要啊，年轻人一定要记住哦。当然我前几天去一家公司也很啊不错的公司，因为他的生意都上亿了，所以我看一下他又用一个新的员工，我也在注意旧的员工跟新的员工。当然那个新的员工哈，哎，我看五点了，哎，他离开了啊，这个是什么？其他的职员都还在那边忙哦，都还没有离开哦。啊，新的员工他的想法说，嗯，啊，都上班到五点，我五点我就走了，也没有犯法，啊，他也自然就走了。啊，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说不定这个年轻人啊，到后来一年以后，人家在待遇啊，一直加班加急啦，或是啊升啊心想了，他可能还，因为他是按时上下班的，按时上下班，但是他也刚刚新的啊，也不了解，在我的感觉上啊，他的加薪可能会比较慢。这个很正常嘛，如果你当老板的话，你退回来想，七八个工作人员都在还在那边忙，五点了 啊都还没有走，他静静的五点就，他也没有违法，照公司的规定五点下班嘛。啊，这个给大家去思考，有时候是两方面哈。你要站在老板的立场，你要求人家的待遇，你所工作的有没有赚到给老板更多，他才会再分给你嘛。如果大家有这个观念，你去做事，老板一定会说你最好，因为你替他赚了很多钱，他一定不会舍得你走，一定到时候还会花奖金，都花一点给你，都是一样，到哪里做事都是一样。我这一点哈，因为我是用这一点把写在我的那个111人力银行里面呐，做啊，我的格言呐，啊，里面呐，就是说我碰到的很多长辈提拔我，要不然我怎么会三十几岁就拿到教授？很不可能嘛。这个就是要流亡政府的教授的号码。我是4000多，那个时候是从民国70年代哈，从70年代创有中华民国教育部开始，他的号码是一定是从1号、2号一直编下来的。我的教授证书是4000多号，啊，大家去思考这些问题。我想到可能当时候那个校长那么主管也欣赏我啊，为什么？我不要求加班嘛，当一个老师
我不是体育老师啊，我带球队礼拜六带球队做友谊赛，把球队双料冠军。大家晓得什么叫做双料冠军？男子队、女子队都打冠军，类似这个给同学哈，年轻的同学去思考。因为我当时如果像一般的老师，礼拜六放假呢，当时礼拜六下午是放假呢，下午带球队去跟公卖局比赛，跟其他电力公司的球队比赛，都没有拿钱呢。其他的老师带队一定会有钱的啦，一定写加班费啦，我从来没有。后来因为升等的时候啊，校长没有把我升上去，我去问校长说有机会把我升上去，校长可能不好意思，他说宿舍啊，永和镇公所，现在永和市公所对面我们学校有宿舍，分一个宿舍给你。当时我说不要，我有住的，有机会跟校长跟我升等。类似这些给大家说啊，你怎么这么傻，你今年说好啊，宿舍拿到了以后再跟校长讲说升等的问题啊。这个就是给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是我要告诉各位。因为年轻的朋友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你来这边了，你第一步也是成功了，第二步你必须要按照你的各种的状况你要这个态度要表现出来，那么以后啊真的是造福我们未来的台湾人民。因为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我们要大家知道我们的宗旨是什么，为什么百姓设想。如果大家的出发点，一个公务人员的出发点都是为百姓设想的话，不会这些太阳花的出现，也不会现在去为教育部的情况出现。是不是大家想想看嘛，是不是 这种现象。因为政府啊是要为人民去解决的一些问题，解决所人民所不要的，你要了解人民要什么啊，我们替他做什么。未来的台湾民政府执政以后的官员，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那你可能会换掉。因为我在这边，大家有没有一本红的，有没有可能现在没有发给我们，我们的法案呢、我们你们刚好没有不是我们的台我们台湾民政府的法案的
定定里面啊，当时候啊，众议院很多委员都主张要有任期制度，他们提出来的法案，我们到参议院来，参议院呢、啊、就把它驳回，啊，就把它一定到有任期制度以后了，就麻烦了。法律上写明的话，以后就麻烦了，就是坐了这个位置就不下来了。我说三年一任，好像学校里面的系主任、院长跟啊校长，他们都有任期制度啊。如果他们都按照任期制度，他这几年不跟你推动，有没有办法？他都不推动，那么时间到了啊，当然就是下来了。任期制度有这个麻烦，用到好的那就没有问题，用到坏的那就三年摆烂，像马英九一样，他明明说633没有达到，心想要减什么啊一半，这个是他讲的啊，啊没有达到，他说你们是傻子啦，对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没有达到，那是我心想的不减，你们要怎么样？这个就是任期的约束，那真的是人民没有办法。如果在西方的社会里面，一个政治人物诚信有问题，老早人民就轰下来了。所以也要告诉各位哈，那么一定啊要记住我们的啊宗旨，我们的宗旨是为百姓设想。如果不是这样，秘书长为什么这么辛苦？为什么他带领我们？我们追随秘书长，也都是在打拼，也是都蛮辛苦的。很多同心真的是大家都有这个，等于是我们的使命一样。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啦，柯批。为什么柯批在人民来看都是赞同的？因为他的思想，他的啊作为都是什么？站在人民这方面嘛。他的贺年过年的时候写春联，他写什么？你看他的心里面是不是？我们也很感动，也很真的是了不起。
一切他所作所为，点点滴滴把它收集起来，都是在为人民啊着想，站在人民这边啊。我们也可以看到，最近啊，台北市政府因为第一分局啊，中正分局啦，去把这些学生从教育部里面上铐，还抓了三个记者。今天的报纸啊，说柯P啊，指责教育部长是打手了。啊，这个就很清楚啊，因为你教育部长事先是你的权限，你可以决定的啊，你又要欺骗学生，原来要办公证会，只办了一场就喊卡了，不敢面对事实，面对学生。他说他没有权力啊，你发布要实施，说你没有权力把他喊卡，那这个教育部长请一个工友来当教育部长，我想都会做得很漂亮。欺骗学生嘛，他本身就诚信也都没有了嘛，啊，所以大家能够看看这个大家什么意思，大家应该都看懂嘛，哈，啊 ，one city one harmony 吧，哈，就是一个城市一个家庭，台北市就像一个家庭一样。他所照顾的就是台北市的市民。啊，这个，但是柯P的理念，因为他刚刚当市长呢，我们的宗旨啊，我们的宗旨啊，比柯P还早了几年呢。大家上课的时候都会，刚刚开信的时候都会说我们的主张嘛，对不对？大家都认识了嘛，哈，我们的主张，哦，啊，我们都知道啊，那这个是我们的宗旨，所以大家也要了解，我们比柯P还要早。好了，那我现在就是将这几天来了啊，准备一些 PowerPoint 和啊给大家看一看啊，我们再补充，应该说不定大家都听讲过了啦，再回忆一下。要知道这位是谁？这一位啊，是美国啊助理国务卿，这个是亚太的啊助理国务卿啊，他叫做罗氏啊，罗氏。他在2014年4月5号，美国的4月5号，那我们这个地方是什么时候？我们比较早，好。4月4号，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他所有的报纸都是用这个字眼说
罕见啊。为什么他说用这个标题？从来没有听过了，从来没有讲过的，说美国要给台湾自治了啊！真的，大家都灰起啊！你为什么大概灰起？一个台大经济学啊教授也蛮有名的啊，碰到我问我说，你们台湾民政府以后要走到什么情况？问我了，我说我们跟加拿大、跟澳大利亚、跟纽西兰一样，他们是效忠天皇，是英国邦联，那我们要效忠日本天皇，我们跟日本是以后啊也是啊等于邦联，也就是台湾啊，也都用台湾啊，跟加拿大一样，跟澳大利亚、跟纽西兰都一样嘛。所以他说：“哦，是这样，因为在这个地方已经告诉我们了，要给我们自治。我们依照《战争法》《旧金山和平条约》跟啊国际法，大家很清楚了嘛。”台湾唯一一条路就是什么？台湾不可能，因为李登辉总统他要把台湾变成啊一个国家，他就会审，有没有？有没有说他要会审？到现在有没有会审？没有。那个台湾还有台湾省主席呢，台湾省长，大家晓得是谁吗？那个是以前的啦，现在啦，现在是谁？新竹市市长啊，前任的新竹市啊，当然是前任啊，不会现任的啊。不是啦，我说新竹市做两届啦，林正则啦，新竹市市长林正则啦，他现在挂的是政务委员啊，是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啦。我们台湾省还有议会呢，有他们的那个叫做议员呢，叫做啊资议员呢，资议会的议员呢，还有十几个啊，都在领我们的钱呢。为什么不能会审？因为会审就变成台湾，变成台湾的话，就是依照战争法变成，因为我们来复习一下哈，战争法有两个铁则，大家来复习啊，复习一下。啊，来动动脑哈。一个啊，流亡不能怎么样？
就地合法嘛，流亡嘛，哈。那么所谓就地合法，就是因为他要把台湾省拿掉，他就变成啊一个国家，他不是一个省了，变成台湾啊一个国家，那就这个就不可以了，违背了战争法。那还有一个，流亡不能就地合法，占领不能怎么样啊，占领不能移转主权。大家记得这两句话，回去以后啦，跟人家讨论啊，你就跟他讲这两句话，你们来这边上课了，就直直啊很清楚的了解。到现在很多台湾人民都不清楚了，都不清楚，要不然为什么美国有权力来说不可以会审阿扁当总统的时候，他要参加联合国，被联合国推荐，他里面心里面很气，他说这样好了，我来人民自决，自决等于是公投了。美国跟阿扁怎么讲啊，你是麻烦制造者，有没有 Trouble maker， 麻烦制造者，你是麻烦制造者。阿扁醒悟了以后说，我不可能，以后也都不可能了、啊、为什么都在流亡政府的体制下的总统，永久都不能脱离，唯一的就是台湾民政府才有办法解决这些的问题。到现在大家又想一想，你们自己来上课以后，会不会感到说以前所讲的，跟我们来上了两三天以后，整个观念都是不一样，是不是这样？是吗？那大家有这个福气能够听到这些福音，那么就必须要把这个福音再传下去，回去一定拜托介绍你的好朋友，年轻有专业的都来受信，唯一能够解决台湾的一些问题，只有台湾民政府，其他的都不可能。那美国才有这个权力啦，来干预台湾的一切事务，因为美国以前都放任给流亡政府啊，欧美做了，放任给他，所以秘书长告了美国啊，美国不得不一定要处理了，不能原来
预定说一百年以后啊，才告诉啊台湾人民。那我们秘书长告了以后，变成提早了，差不多啊，现在才七十年，提早了三十几年，所以他们现在一定要去解决啊，所以啊。这个楼市啊，在2015年，等一下我们有一个 PowerPoint， 同样的，他讲的，2015年呢、啊、是台湾的重要的政治年呐、啊，啊，大家拢去达到啊，是吧？拢那讲啊，拢去都啊。坐到买房车啦，真正大家有福气啦。阮拼甲四年外来啊呢，要五年啊呢，要来拼呢。啊，恁有啊足福气的，恁去坐到买房车，家己鼓掌一下啦。啊，大家足福气的嘛吼。啊，有看到这个报道的牙手一个好不好？你若有看到，伊这个6月14日讲自由广场吼、哦、啊报道，讲大船离港了，啊，航向何方？伊讲啊要去平潭岛了，哦，这讲、個，这是什么人？金普聪是。国王哦，伊是去驻美国啊代表呢，等于待在美国两年，到美国都搞得很清楚了，已经搞清楚了。回来的时候就跟马英九讲说“大船离港论”，啊，你看，讲准备要走路啊啦，啊，这也不是我来讲啊，这种。有时间，啊有人，啊有所在发表的，哦啊，这就大家足清楚。好啦，这个咱卖讲啦，咱来希拉里伊话要选总统，我有可能哦，伊接落来的总统吼。啊，伊讲太依赖中国，啊，咱台湾啊会很脆弱吼、哦。我讲一个简单啊吼，足、哦、简单的道理，一个较大的窟啦，甲较小的窟啦，较大的窟啦，一定较深嘛，容量较济水嘛。较小的窟啦，一定较浅嘛，水较少嘛。那个拍一个孔通过去，安尼会安怎？大家想看卖，安尼会安怎？一定，迄、那个小窟啦，会水流流去啥？大窟的窟啦水嘛，对无？啊，即嘛，这里就是流氓政府，无爱甲你讲这个理论，伊就是要予咱台湾甲中国同款，以后因要来统治，以后人民较袂反对啊，啊无，咱过了较好，咱过了较好，中国。伊，咱啊，无即个去因遐甲投资，去因遐啊，流氓政府直直涨咧，啊，甲你窟内水直直流过吼，因比咱过了较歹。即安怎甲大家讲？
看我伫国外十几年，国外有上海诶，去国外我住伫遐，我咧做生意，啊，加减甲阮有来往。我甲问啦，甲问讲，恁咧教育有教导甲台湾有关系物件无？伊讲伊伫国民学校啊，有这个教育啦，讲台湾会比中国较好，都、就是将届时甲中国的黄金拢再来台湾啦、啊。安尼大家听会落去未？啊？啊，因安尼讲啊，上海啊。这就是啥？因家己咧卸责啦，咧讲哦，蒋介石把我们的黄金，中国的黄金，拢炸来台湾，所以台湾的生活较好过。因为所以演变到今嘛安怎？在台商啊，拢因为咱政府啊。开放支持大家尽量去啊，做啥？中国各政府官员拢咧奖励，哦，啊，这都无这个观念啦，哦，所以咱啊较进步的物件去到遐三年，伊都学晓啊啦。你有的现在都高薪聘请我们这些技术人员跟高科技的人员过去上达给你很高的两三年了后啊，台湾这些工厂有的就要收了啦，我们台湾的企业不是国家的企业，都是人民的企业，中国的企业都是国家的企业，这差足济咧，我伫外国，我足清楚，安怎？因啊，中国要支持一个外国的公司啊，货干那寄来，互你卖就好啦，钱才安怎？卖了才算钱。啊，咱台湾的企业。要进货，要安怎？家己的钱呢？钱付了，物件才摕来卖呢？因唔是呢？互你卖了无要紧，卖了才算钱啦。安尼，咱台湾企业哪有法度甲伊拼？大家哪倒？足济企业。我拢有受到这个影响，伫国外拢这个情形。啊，咱即嘛大商就讲啊，来走来中国，我中国啊外销啊，甲做起来。那较精密的，你若去好做落，啊，就到台湾就到。啊，实际上是安尼啊。国有一个政策。大家拢无清楚，我本身我是中华民国仲裁人，仲裁人较简单讲说民间法官啦。我的资料，我有伫行政院吼，司法行政部，我有案例，我是仲裁人的资格。档案拢伫遐，因为你要参加一个仲裁人，具备的条件吼、哦、有安尼啦。第一就是讲，你是法官、检察官，你会使马上申请加入仲裁协会。你若唔是，
会使，你是专业人员。所谓专业人员，你知影？啊，律师、会计师、建筑师、工程师，你要六年以上的经验，啊，你可以去去读，读一下，读一些法规，爱差不多啊，四个月吼，四个礼拜啦。也要做礼拜六、礼拜天去读四次，啊，四次在考试，70分以上通过，啊，把你的资料报上，那么行政院、司法行政部，那你就合格要去登录啊，仲裁人员。参加仲裁协会，这样啊，我是取得了仲裁人员。第一次，中华民国跟中国举办的仲裁研讨会在北京，我去了。最后 Q&A 的时候啦，我举手，请问。人大的法官，为什么台商在中国打官司都判输？他回答是什么？说违背中国政策都判输了。啊，你大家想一想看，什么是中国政策？哎，我联想起来说，我在国外的时候，上海的到国外定居以后再做生意的，告诉我他们小学生的课本里面说，蒋介石把我们的黄金都拿到台湾来，使他们的生活会比台湾。苦，抓到机会了。他们，我想从小学培养出来，抓到机会当到法官了。这个是，你是国外人嘛？啊，你是台湾人嘛？啊，你以前蒋中正跟我们带回去的那些黄金，我们现在跟你算账，算一下吗？他们。可能思想上都是这样哦，我的感觉啦，这是我的感觉。为什么打官司都判输？这个我要证实这个问题哈、哦。刚好前两年有一位，他说上海的律师。来我们这边访问，刚好那时候我也在。来我们台湾民政府访问，上海律师，他说他会到北京啊表扬一个妇女啦，优秀的妇女律师啦，去表扬三八节哈、哦，去表扬。我也提出这个问题，为什么台商啊？在中国打官司都判输，他告诉我什么？他的答案是说，没有啦，现在没有啦，有法律还是依法律啦，没有法律啊，就是违背中国政策的判输。这个是上海的一个女律师讲的、哦。这是两三年前、哦、最近刚好大家晓得我们是不是中国人，我们是不是，因为我们不是，我是无辜解答为大家知道吗、哦、我
伊叫我阿姑的吼结婚嘛，啊，我那时候我不得不请假吼去参加，啊，这大位，这些都是平埔族的什么，边埔族的。中国没有模糊这大位的哦，这是咱的习惯哦，所以咱不是中国人，因为我一下不是，我叫阮老爸叫我多上，叫阮妈妈叫较长，啊，我回来以前讲中国来讲我是中国人，但看到鬼面，因为我叫阮爸爸叫我多上啊，啊叫阮妈妈叫较长啊。伊叫阿虎咪啊，虎咪啊，啊，我叫做啊虎咪迄个啦，啊，用简单的叫虎咪啊，虎咪啊，啊，事实上文燕嘛，燕就是迄个，好虎咪迄个，哎，啊，所以，我因为个讲到这，就是讲又有一种说法吼，蘑菇这段有的是讲，阮姐夫因小弟啊。我伫北京做生意，我做袂歹。我甲讲这个观念，讲啊，有当时啊，收收的，我爱赶紧转来啦，无较顶啊，性命煞无去。我安尼甲讲啊吼，伊安怎甲我讲呢？讲即摆唔是安尼。我讲啊，无是安怎？你甲我讲一下，所以讲很妙。伊讲现在打官司啊。看你送钱的大小啦，送得越多就赢啦。这最近伊家讲的，这北京的，一个上海的吼，我看这就是十几年前一个上海的商人家讲的观念。啊，过一个上海的律师两三年前来这参观的，的观念。我最近去坐大位去思索的观念，我甲讲安那证明，讲伊就是安尼啊，只那上比人较少就判输啦。所以安尼恁台湾足清楚啊，从这个国家，希拉蕊上伊的资料去查。伊讲20年后啊，中国会足落后啦。伊我有讲出他的根据的论点，啊，我有人讲中国啊免修剪啦，安怎免修剪呢？伊讲，干那甲公布下。因遐高官的囝，甲因遐的眷属，有美国籍的，有居留权的，头90%的高官拢有啦。安尼大家唔知清楚无？哎呀，想想诶，这个流亡政府来的遐的人。大家拢啊无留咧，以前遐个人拢啊走去美国去啊，哎，拢同款嘛，因啊拢同款嘛，到90%啊90%，哎，以前嘛，美国统计起来是安尼，高官的遐个第二代、第三代吼，啊，甲遐个亲戚50%，拢伫美国啦，拢是有居留权的，啊，有国籍的，讲第一个公布起来，第二啊。有钱的80%的后代，我拢伫美国。哦，啊，个第三啊，讲阿乃村呐、啊，安尼，恁知讲洛杉矶遐有阿乃村呐、啊，伊遐个吼，遐。中国遐来遐姨太太啊，吼，
大官的姨太太啊，是小三吼，拢上来伫美国啦。哦，类似安尼啦，啊，伊讲安尼足济代志吼，所以讲因这个国家根本中国根本都袂强啦，讲考过二十年。其他类安尼讲啊，啊，大家可以上网哦，这个网络上拢有啊，哦，所以大家才去找。哦，咱讲到这个，啊，这个最近的新闻话足济咧，大家唔知有注意到无？啊，我要介绍一个讲，这大家可能唔知啊啦，啊秘书长唔知有甲大家讲啊无？我拄啊，这礼拜较无闲，所以早起无来，吼、哦、啊无听到吼，唔知有讲。我即马补充啦，补充啊秘书长啊，讲美国迄阵迄当时的啊。啊，安倍晋三家下野的时候啦，美国跟他们讲，日本的政界政改，日本的政界吼，恁都甲多一个较有较关系，秘书长有推荐这个啦，啊，所以大家去思考这个问题哦。所以安怎，伊所做的经济政策，美国拢支持。咱过来想看卖，咱有一个时阵，我们有一个时间，咱台币起价25块对一块美金，咱台唔知猜无？大家唔知道有这个观念哦，咱以前25块会使换一块美金，上早最惨的时，捌40块换一块美金呢。迄阵拢40块、41块、40啊，迄个时阵咧走拢38、39块，迄个时阵，到尾啊！美国要逼你买美国的东西，所以叫你们直直升值，台币直直升值，就是不爱让你怎样外销啦，不爱让台湾，你若升值的时候，外国要来跟你买东西就要较多钱嘛，啊，不爱他就现在跟你别靠你，替你升值，替你升值，你就开去买外国。迄阵啊，的时阵啊，足济伫美国留学遐个人啊，拢转来。国教育部为着解决因第二代拢走去外国读册，有诶。美国国这个限制，读完啊册一定爱回来。你若无个回来，袂使哩。迄阵啊，签要去美国留学的，拢这个规定讲，你去读完啊，袂使留到美国工作，爱个回来了后，你要申请才个申请。所以拢要互你回来，而且这个教育部吼开放大学。啊，无以前大学才几间，大学拢头应该头一二十间尔，头这个数字尔，起码百几间嘞呢。所以迄阵啊开放，啊，拄啊美国可能这个配合伊个政策个款，啊，咱只个安怎升值体嘞？因讲啊伫美国咧做老师。伊的薪水唔是领13个月呢，咱台湾的做老师薪水领偌济？13个月呢？
啊，是有诶讲十三个月半咧。哦，啊，因你看我，你看啥？寒暑假无薪水呢？美国寒暑假你都休困无薪水呢？啊，所以我要甲大家讲吼，因为美国支持安倍，所以和安倍的日元一直贬值。迄阵啊，那个秘书长讲会超过100啦，啊，都往超过啊，啊，要到即卖要袂停呢。所以类似安尼，都是要给日本的国内经济好起来，依照军费来支持和美国斗阵来啊管理这个啊亚洲的事务啦，好、哦、啊，拿安保条约啦来管南海啦，好、哦、这些代志啦，所以这拢美国咧安排啦，啊，伊只讲要甲自卫权解禁。啊，自卫权解禁还无遐简单呢。以前日本遐众议院的啊议员70%拢反对，伊讲日本不要战争，啊，我们给美军来保护我们就好了。所以安倍安怎解散国会，有啊无？大家唔知猜不猜嘛吼？怎解散这个啊众议院？国定算啊90%支持，所以没有问题。遐好大呢，我足好大啊！这若无美国咧支持吼，我看有个人唔敢啦。爱国要起码要个改善我呢，所以一步一步，伊。我去见过奥巴马，奥巴马拢甲讲好啊，因为奥巴马若去见天龙，啊，甲天龙讲，台湾以后要互恁来处理，啊，说不定甲安倍讲，即我咧想啦，哦，我咧想。因为琉球啊，美国交予日本，甲提钱啊。起码，伊反正咧去，伊去见奥巴马，奥巴马甲开介绍来看，起码也袂使讲呢。那台湾交予你去处理。啊，美国敢爱考考的尔，美国爱伊的利益尔。好、哦，啊，这甲琉球的模式，好、哦，大家都去思考。哦，啊，当然，即马我讲李登辉的即几天报纸，啊，甲安倍的报纸拢出来，迄是啥？啊，安倍我会甲李登辉讲啊。安倍电话甲李登辉讲啊，讲伊甲奥巴马讲好啊，欸，你看阿伯啊，迄个咱迄个李副总统92岁啊呢，伊发表演说讲，他还会要替台湾做5年呢，伊暗算讲他还要奉献呢。那90，我70多岁，我讲诶，恁少年紧来哦，阮到后壁看就好啊。诶，92岁啊，伊阁讲伊要咧阁拼5年呢，所以这拢有奇迹啦，这拢是啊无乞食，顶回。才去而已，啊，现在又去，他们女儿、他们孙子都要去了，
拢咧对啊，拢是咧建立他第二代的人脉。我会使安尼甲大家讲，伊那伫咧建立人脉啊，以后因查某囝家己去参加科批的啥团队呢？这都无简单啊！大家去思考吼，大家用一下头脑去思考。哦，这个用一下头脑去思考，这拢是好了啊！这都是因为以后这拢是跟咱台湾有相当的关系啊！因为咱去过美国，咱一定美国会甲咱安排看安怎处理，吼、哦、啊！这就是啊，甲大家讲，吼、哦、啊！咱过来，过来看这個，有看到这个报道的人也手在，好不好？是报纸看到的。这安怎写？哦，啊，这就表示什么意思？前面咱有一张讲大船离港，对不？我细汉的时讲大船入港，大家足欢喜的。美国船来啊，大台船来啊。来地载米粉、载牛奶粉来咧救济。好、哦、啊，即马讲大船离港，啊，这就是啥？国防部先搬去，因为总统府的后面就是国防部啦。啊。咱家有人捌入去总统府的牙签，再看卖好无？好，安尼拜拜吼，也有人吼。我去几啊拜啦，因为我去几啊拜，就是伫侨界的时啊，拢有免费，头两年有一张免费邀请我们回来啊。由侨委员会安排去见总统，跟总统照相。啊，我呐，八一摆阿扁的时代吼，李副总统安排我入去总统府，类似安尼啦吼。啊，这都是因为我所了解，国防部就是在。总统府的后门，哦，啊，这个大家知影吼、哦。你看，头拄我讲的，迄、那个罗氏，讲啊，2015年台湾重要的政治人，这也不是我咧讲哦，这是罗氏啊讲出来。安尼是毋是？恁即马几月来上课？啊，佮当时是2015年要结束啊，无几个月嘛。安尼是毋是恁大家足福气的？大家有好运啦、啊！哦，啊，因为阮拼足久啊，吼、哦。看大家好运，对恁的好运，看早日把流亡政府赶出去，哦，这大家按得清楚啊，吼、哦。啊，你看这，一去美国。代表做两年，回来就跟他说大船离港了。
一个现在做啊国安会秘书长，伊讲身体无爽快，要死啊！啊，这个国防部拢在国防部做立委啦，国防召集委员会诶做主任委员哦，林玉芳这拢是咧管国防的。伊讲哦，不幸是健康的因素啦。啊，那不是健康因素，是到底是在创什么？啊，报纸讲先跳船啦，帮什么安排救生艇啦？哦，啊，这报纸讲的，还不是我讲的。大家安尼感想安怎？如看如行的吼。啊，这因为我袂使我袂讲啊，我若爱直接讲，我绝对负责啦吼啊，我不会，因为我是教授，也要有爱惜自己的羽毛啊，哦，这都你讲啊。哦，就他都话咧讲这个林玉芳的代志吼，好来，愈来愈精彩，啊那愈来愈精彩，接下三月七日。三月七日，啊！伊三月七我就出去啊，你知哦？伊下台了后，伊阁要转去台大，台大遐学生伊也反对呢，伊就袂使阁转去啊呢？是安那袂使转去？啊！人讲嗯，啊，李鸿源，那会怎阁转去台大去？大家唔知知影这个观念嘛？唔知。我要讲一个观念，给大家知啊。李鸿源啊，他是也是借调吼，借调，爱三年啦。你那是三年搞借调搞三年搞，你无要去当个台大去啊？你后摆要去当个台大去工作啦，就是。等于新聘，啊，你们在大家清楚不？教职员的那个聘用办法里面吼，有的拢教授的聘书拢发两年的嘛，啊，你两年啊，伊个政府借调的时拢安怎？政府借调的时拢三年嘛，啊，伊借调三年够啊，你无阁转去，啊，你要阁阿伯。做官做煞，要阁登个台大去，要重新试聘啊！重新试聘就是要从试教评通过以后，再送院教评，院教评通过以后，再送校教评啊！所以学生是试教评，试教评就反对了，学生。有时候你要聘个老师，学生也可以参与呀，投票，所以学生反对，所以伊就安怎就进不去啦，进不去以后啦，失业啊呢，甲当时叫职业，大家搁看卖，三月七六啊，三月七五出国去。三月七四啊，三月七四过来封关呢，封关了后就随出去啊呢。今仔封关，明仔载叫伊去美国，足级的啊，是不是啊呢？伊是三月七四，大家看吼，
政啊，咱流亡政府啊，国家请执政啊，总统府的执政，摕到真执政了后，伊讲伊要去哈佛，要去斯坦福啊，要去遐做研究啦。一年啊，学人访问，要去啊，啊要去啊，创啥？要去啊，有代志啦。啊，你什么人去啊？送机呢？你大啊，看卖吼，什么人去啊？送机，咱啊，下底看到什么人去送机？这里什么人？王卓金是我们警察头子嘛，对不对？也足奇怪啊！伊要出国去，都爱叫一个警察头子去给他送机。啊，大家想看卖，内底有冤故啊无？思考看卖啊！为什么？伊王卓金甲带咧出境出去，啊！遐警察看到伊都安怎？惊累啊，对不對？因讲讲啊，江先生，你的皮包打开来看看，敢敢？中国文化一定唔敢的嘛，拢啊什么顺利就放心嘛。啊，这所以讲，这足奇怪哦，那拢遐拄好吼，因拢安排了足好势，啊个足趣味的哦。咱迄个时阵拄啊伫美国咧创啥物？大家思考这个问题。伊这个时阵出去，咱拢直直讲过嘛，咱没有秘密啊，咱也未出去。以前咱就提讲过啊，咱讲伫美国国际诶，迄个做啊记者招待会诶，迄个在华盛顿 D.C. 迄个会馆，咱要去发表一个演说，有啊无？大家应该以前有摕到啊，无迄本演说的资料，吼、哦、遐大家这张单拢有嘛？大家来看卖，吼、哦、咱。秘书丁夫人，你看，来看卖，你看，第一页，上面顶这个啦，上面顶这张啦，上面顶这张，就是咱拄啊三月十二啦，三月十二去遐要演说，啊伊赶紧三月初七，三月初六。去啊，赶紧去请律师，啊，赶紧去安排。看美国遐个较重要的人，慢去听上好，拢甲叫叫转来台湾。哎、欸，有安尼做啊无？咱过来看。啊，真正应该去听的，伊拢去甲叫叫转来。这是啊。这个啦，这个是啥？啊，罗伊斯啦，这个是美国啊，迄、那个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伊家拢是外交委员会的议员啦，啊，不爱去听人的演讲。拢甲叫叫转来台湾，你看，伊这个十三吼，事实上这台是十二啊，拄啊好咱咧演讲，伊都甲调转来台湾，叫因归棚转来。所以吼、哦，吼、哦、真正做政治吼、哦，足济。那看咧战争同款，吼、哦！咧应用各种的手段，真正啊，这人吼、哦。
因为对科批有兴趣嘛。一个庶民，庶民呢吼，啊来选到啥？选到台北市长。啊，安怎讲？美国啊，国会议员问科批讲。选啊，我们胜选的策略是什么？恁有什么策略？恁哪会选会赢？啊，科比实在无简单，伊的回答讲安怎？哦，即句大家去用头脑去想哦。那准你，你要安怎解释？啊？你要安怎解释？哦，鲨鱼就是我们的现在的政府，啊，奈公爱游得比鲨鱼还要快。好，这个好好啊，我的解释是这样，大家思考这个问题哦，因为大家来我们上这个课，也大家要。把脑筋稍微都动一动了哈。我的看法是说，因为大家可能都有那个大白鲨啦，那个电影哈。如果人流血被捅一刀流血，在海底，鲨鱼闻到这个血腥的味道，马上转过头来咬嘛，是不是？他就是描述了啊，科批他被捅两三刀，一刀是 M1149 有没有啊？就是啊 ，MZ 一啊，等于被。螺丝雷捅一刀有没有？他要如何游得比鲨鱼还要快？所以他赶快把所有的有关的账簿跟他的手镯全部贴在他的竞选。办公室有啊无？大家唔知知无？知啊唔知啊？拢打出来呢，好、哦，还足厉害。有去想到，啊，拢打出来底下，何报？迄、那个记者家己来看，要有怀疑的拢来啊，拢来看啊。啊，那就是比赛游得更快。够一个，哦，我感觉这话足厉害的。其他卖讲吼，讲又捅一刀说科批在卖器官，有啊无？哇、哦啊，这讲是国外一个学者写，啊那咱家咱都他敢冒的笑呢？我去找那本外国的学者的书出来看一下，了解一下，啊，反正选举都很贵了，啊，你都啊，人跟你说多一本书，啊，你会卖器官，啊，所以伊，我有足福气的啦，美国的朋友把这本学者的讲伊咧卖器官，这个学者发表的资料，翻翻咧两天后，迄、个咩啊，啊传来吼，科比，就怎公布出来，叫律师，伊个律师团写，创啊这个文和这个学啊这个。美国的学者叫这个学者拿出一个证明，啊，这个
讲伊无这本册内底根本可批到，伊也无讲到可批咧卖器官啊。啊，佫甲伊佫甲赞扬讲可批对医学上有贡献。安尼是用要甲摸起看，甲忽略到，佫忽略到啊。安尼你知影无？伊就是几工两工，伊讲你卖器官，啊，讲这本册底下说明，哎，按、啊。两三天后，这本册就有啊。嗯，啊，过几天后，过原来的作者一个证明，啊，拢甲大打出来。啊，莫怪科比家己讲啦吼，他说科比自己讲的说，天命、运气，过一个努力。天命，可能他有这个天命。台湾要改变了，给他天命，再来他的运气，他也有这个努力。为什么？哎，这个公务人员，照以前公务人员的观念是什么？大家思考看来。我以前做一个系主任吼，迄个工友差不多拢是爱八点以前爱都爱来上班啊。啊，那是主管啊，八点半来差不多啦。校长啊，九点左右啦。愈大呀，愈慢来了，啊，搁愈早走才会死哦。啊，这啊，我还受到流氓政府的教育啊，啊，就是安尼啊。今麦安怎？科比七点半就开会安尼，你若要去做业主管，你七点半就来开会。啊，伊七点就出门安尼，转来甲厝内讲十点，看有认真无？好，我来讲足，感觉一切不得了。伊应该享受的，佫无要享受，替人民的省钱，我坐经济舱就好。伊坐经济舱诶，去要做韩国呢，咱应该去查查咧，去查这个苗栗县政府最近诶，馆长走去要做香港咧要做推销这个农产品，看伊是坐什么舱等出去。安尼就好啊，去比较就好啊。事实上吼，有这个规矩啦，政府机关内底有这个规矩啦。你是兼任，还是兼任、委任？委任可能只有快车啦。哦，如慢如雪哦，车铁如慢啦。哦啊，这都熟悉啦。哦啊，我那迄阵啊算起来，我都啊教授啊教授出去啊，那真正重要的公司商务舱会查你啦。啊我本身就是我职等我足悬的，我咱上悬的讲七八七十。恁的迄个职位啊等级的吼，咱公务人员最高等级是770，啊，我最后迄级，哦，啊类似安尼就知影，实在足甘心，要替百姓省钱，家己我无爱按照
流亡政府的体系的享受的待遇去做，实在咱听到感觉讲，这个人确实是赞，真正是赞。啊，当然，这个美国，因为呢，台湾就是美国的战争，可以说是战利品呐、啊。他打下来的，他指派啊，叫蒋介石来接收啊，因为又碰到韩战，没有办法，原来是要蒋介石把他赶到菲律宾去，他认为不稳啊，何高明孙立人事件，孙立人大家知道吗？应该不知道了，孙立人啊，他是美国啊军校毕业的，在中国打战也是常胜军啊，啊，所以当时候麦克阿帅接见他，到第七舰队的啊航空母舰上去跟他谈话，说台湾要委托来管理，要把蒋介石这一班的人移送到菲律宾去，跟菲律宾都讲好了。为什么后来没有？第一个，邓海公、孙立人、邓海公去给蒋介石报告，啊，蒋介石惊到，怎啊，甲软禁，规地带，台中的合作新村呐、啊，合作新村呐、啊，然后台中的。应该去了解一下，拢会知影合作新村。啊，唔吃，又南北韩战争，韩战以后又，所以这些事就没有把它动了，类似这样了。这个就是大家也应当要了解这些。所以台湾啊，美国一定不可能轻易啊就放手啊！起码美国啊，这里有做国安的官员啊，啊，又有这个美国啊，蔡英文去访问以后啦，也丢出来跟啊罗氏所说的啦。台湾啊，就是啊 ，autonomy 啊，就是要给台湾自治嘛。啊，台湾自治，因为蔡英文现在要选的是流亡政府的总统嘛，这大家应该拢足清楚。因为咱时间上的关系，咱先讲到这，即马要放一个迄、那个啊。平潭岛的受害台商，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哦，因为平潭岛这個，大家爱较了解这里。哦，因为平潭岛，哦，因为这个受害台商，哦，好来，拜托。针对中共在福建平潭设立实验区，福建省长抵台大力推销并进行非法招商。今天受害台商在台中发起抗议中共投资诱骗陷阱的大游行，告诉台湾民众，平潭是中共招商引资的又一个火坑。我们今天的透视焦点：黑暗福建，黑暗福建，贪官横行，贪官横行，投资福建，投资福建。死路一条。抗议中共引资伎俩，受害台商周六在台中举办游行，面对中共大力推销平潭实验区，提出各项投资利多。受害台商表示，现在这个平潭说两岸共同设计，
共同经营、共同开发，最后共同共享，其实是骗人的，不过是另外一个引君入瓮的新招啊。这个就很摆明的，就是希望把台湾掏空嘛。因为平潭县平，他每次都是画一个大饼，然后设下一个陷阱，然后让我们来到我们这边招商以后，台商一进去以后，他就瓮中捉鳖了，开始宰你们了。现场参与游行的台商也控诉中共黑暗司法，说中国现在的司法根本就是招商引资的诈骗工具。我们今天最主要来办这个活动，我们也就是要警告台湾人，中共的这些这些伎俩呢，我们已经看透了。中共就是这样，每次就是他如果法律赢你的，哎，他就依法办；法律输你了，他就用抢劫霸占。司法在中国大陆啊，简直只是作为他来诈骗的一个工具，这根本就没用。中国的人民最高人民检察院告诉法务部说，我这个案子不在两岸司法互助范围之内，我把海基会跟海协会签的两岸司法互助拿给他看，这个白纸黑字，赌足罪啊，怎么会没有呢？那法务部说，他们说没有，我也没办法。所以我们这个法务部好像是他的下属单位，他说没有就没有。受害台商接下来将继续在台南、高雄两地游行，要用血泪教训，揭露中共诱骗投资陷阱。新唐人亚太电视邱天喜、赵阳，台湾台中。这里啊！你若伫遮乱，把这个炸弹炸掉以后，啊，恁伫这个海中咧乱，乱无来啊，乱无落来啊！啊，这就是，伊唔只讲，遮是啥呢？五个共同啦，哦，这五个共同啦，会计师、律师，当然，伊伫这个所在，他你都可以使用。啊，医师看病的，他认可。啊，咱台币公阿弟啊也用你，哦，啊，咱枪王也在晒你，啊，这都是。他都啊，和大家看了嘛吼，安尼好，咱今日过来放啊一个电影，和大家了解，就是咱这个身份证吼啊，使用和现身说法，哦，咱的童心吼去美国使用现身说法哈，啊，和大家啊知呀。议长、秘书长，所有大家的兄弟姐妹平安。今后机会非常好的机会，因为我能够站在所有弟兄姐妹的面前来做一个最清楚，秘书长常常非常清楚、简单的代志是什么样的简单又清楚，就像我们4月24号。到美国国会殿堂的时候，我们就用 ID， 而且我们20号傍晚进入到美国海关的时候，我就跟海关说，我这边有 ID， 他也放进去 ，No problem， 没问题。然后我们到国会殿堂的时候，我又几个同心说，亚夫过来过来。还以为是山要准备吃山猪啊，结果美国没有山猪啊。那我们去的时候，哎，
怎么要去那里？原来要又要到国务院，那国务院呢？我们七个人就进去，那只有用 ID， 一放进去，啥？好 ，OK， 我就进去了。这是非常好的见证，这不是高沙组做的《黑熊》里面的这个妖子呢？不是呢。也不是飞鼠里面制作的，是美国国安图制作的。必须定有灰熊肝胆，就是这么简单。但是这个流亡政府常常说一变成了二，二变成了五，难怪我们告沙子说一二三四也不知道一加一等于二，所以真的搞混了。这个流亡政府混到啊，不要讲好了，我就在美国亲自亲眼有这样的见证，所以非常千真万确。那其他的活动由其他的同心来讲，都下够。好了，那我们再来看看哈，这个我们一位同心，他也有存有疑心呐、啊。讲啊，到底咱的身份证会用也袂用？伊讲好啊，来关岛造一座。关岛是谁管的？啊，你看，他就去关岛。关岛渔民官跟他认章。啊，你安尼要相信啊？不？好、哦，啊，过来，咱阁有一个啊，同心啊，咱过来请来看这个啊，咱请过咱的同心，吼、哦、啊，黄叔啊，叫咱甲高将一个，请伊来现身说法，伊去比较来用着，看伊安怎讲。好、哦、啊，这无到扛来吼、哦。来，阿姨，你讲报告一个时间、地点啊，甲使用的过程，好，大家了解一下。好来。大家好，我叫做黄淑娇，因为我2014年的10月份去美国去上课，因为当时去的时候，我跟我妹妹两个拢去，啊，因为我两个人坐无同款的航班。我是坐达美航空，啊，伊是坐 UA， 啊，因为我要通关的时阵，因为我入去的时候袂记摕身份证去，可是回来的时阵，我咧想，我有身份证，那袂记摕去用，我等下干来摕身份证去，啊，迄个通关人员哈，他就拿我这个身份证，啊，在那个电脑上面扫描一下，结果他就还给我，他是双手这样鞠躬送给我，送还给我，我很感动，我想奇怪啊，我出入美国这一摆，啊，拢唔捌拄到这么好的。安尼，才恭敬上奉献我。过来呢，伊给我另外行一边，另外一个通道。那另外一个通道，我就很顺利的，也不用检查，就顺利的过去了。那另外我的朋友呢，他在旁边，好、哦，他在旁边在那边等很久，而且他们要通关的时候，那个外套、鞋子、衣服都要脱下来，放在那个盘子里面，啊，才可以通过。那人呢，也要站在另外一个旋转的那个扫描器上面。像这样子扫描过以后，他有时候不放心，他还拿一个棒子全身扫描过才让你通关，所以你那个通关的仪式是蛮谨慎的，而且是他很仔细的，每一个地方都很检查过。可是我觉得说今天很特别，可以用那个身份证通关，甚至呢我也可以走特别的通道。后来我了解以后，他那个特别通道是因为是国内有那个官员或是特别任务的人才能走。我感觉足幸运的，因为我有台湾民众有这张身份证，啊，好像足侪人给我恭敬迄种感觉，因为我从来唔捌接受到讲摕双手行我，大概我咧通关的时候，伊就安尼一手尔，他没有用双手。那一天呢，他真的是双手，而且是鞠躬还给我的时候，我足感动，我讲哇，我食到60外岁，去到国外这摆是相当尊重啦，因为你定在国外出去的时候，咱台湾拢无人认。知影咱台湾，甚至吼人拢欠啦。我讲唔是，我是台湾人，可是无人知影咱台湾人。
可是我们以后台湾原政府呢可以国际正常化，我就感动，所以很感恩议长在这边让我机会跟大家分享，谢谢你们，今天真的很有福报，还能够来到台湾民政府做这件事情。然后拥有这个身份证，我们可以去国外就备受礼遇。谢谢你们，谢谢大家。好，安尼好哈，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哈，我要拜托大家，这张身份证打来，我这张哈，我摸过，我去见打来，提我看，阿家讲，你那看过。我这张身份证的影本，伫日本参议院，然后留伫因遐，所以要甲大家讲，这是100%正确的，因为这个现身说法，恁大家一定爱去推广。主要我要甲大家拜托，回去甲你的亲戚朋友拢推销，叫因赶紧来办，因为这张以后那秘书长讲的，咱变革命先行者，啊，革命先行者以后有一些优惠嘛，吼，啊，反正可以享受一些优惠，啊，这那是足好呀，哦，啊，你呐变成革命先行者，第二都爱拜托大家啊，叫较少年呢，有专业的来受训，啊，佮刷来过去班。可能后礼拜的款嘛，希望大家过来参加，因为这条路是咱本土台湾人必须爱做的代志。咱大家要来创造这个历史，所以大家斗阵来打拼，安尼好唔好啊？好。因为真多代志，有诶要可较无遐清楚。我看了我这个身份证，咱大家知影咱诶身份证，我去用手机号，大家知嘛吼？因为来遮上课，则听到讲师咧讲嘛，啊，这就是安怎？这就是咧甲咱区分嘛。实际上，咱都唔是中国人，伊就甲你讲啊，10月25是光复节啦，4月7日是啥？愚人节啦。啊，4月7日是安怎叫做愚人节？咱传统伊拢唔爱甲你讲，敢讲4月7日讲的，诶，代志拢是骗的，对唔对？啊，咱甲咱的华理车印证啦，安那印证？4月7日是天皇啊宣布啊宣布啊实施在台湾实施明治宪法，使台湾变为日本不可分割的领土啦。你用战争也没有办法取得这块领土。所以，那个习近平，他当副那个委诶那个总书记的时候，求见日本天皇，他说日本因为经济较好啊，想要来买台湾甲澎湖。天皇讲，啊，阮祖先甲即马都无咧卖物件，所以讲无几分钟就再见啊啦。这就是要甲大家讲，台湾跟中国100%没有关系啦。
啊，我爱登去到宣传，安尼好唔好？好。哦，感恩啦，咱今日啊，到这结束啊。